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T。初音只是个软体哦，不，我是说初音未来从2007年发迹至今也有10年之久，殊不知由一个虚拟角色掀起的革新，可说是无处不在，尤其是在音乐方面，更是一个史诗级的革命。就这样，初音带起了一股虚拟角色的风潮，一直进化到今天，什么超级宫口子啦，竹凡不及被宰，如今甚至开始杀入 YouTube 界，做起所谓的 Virtual YouTuber。而那位始祖便是 Kizuna。爱，还有他底下的四大天王 Ciro、Kaguya Nuna、Noja Rory， 还有跟初音同个老爸生的 Mirai Akari， 一直到了最近，更是无数 VTuber 群雄并起。哦，不对，应该是群雌并起，割据八方。我称之为 VTuber no。Sengoku Jidai， 今天就要来介绍一下最凶世代中的一位超新星阿兹玛尼姆。这位阿兹玛尼姆，人称阿兹尼姆，乃是二次元七大罪御姐三无傲娇病娇天然可爱中二中的可爱之最。每次开场的哦吱哦吱哦，总是让人印象深刻。但是最与众不同的还是他那生动的肢体语言了。在这 VTuber 的神国国几代之中，没有三两三可是无法一统天下的。而阿兹尼姆便是那肢体语言最丰富的 VTuber， 没有之一。画面中看得到的范围都是他的运动场，而且像跳舞这种小儿科的事，当然也是难不倒他的。唱歌的时候更是卡哇伊的斯呢。而身为17岁 JK 的他，总是称呼每位观众与粉丝们为神派。那你们这些没有学妹的卤蛇们，终于也能够拥有自己的学妹啦。而且运动量这么大的他，肯定比任何人都还爱喝水，因此人称饮水机，常常直播到一半就忍不防的跑去喝水。连喝个水都比别人可爱，可爱之罪真的当之无愧啊。不过短时间连喝这么多水，阿兹尼姆的膀胱真的逮就不卡。那在玩手机游戏的时候，大家都是用食指拇指，不然就是用中指在玩，用无名指玩手游的就不常见了吧。打电动什么的，阿兹尼姆最喜欢了，尤其是魔物猎人世界，不知道哪天能来跟他一起猎个龙。不过身为高中生的他，口袋里没什么钱，衣服永远只是那10000一件，也是相当正常的。而且他还有在上戏剧歌唱的学校，演戏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。尤其是七系巨蟹座出身的他，演绎螃蟹更是无人能出其右的精湛啊。然而这都是因为他有一个伟大的梦想，那就是以偶像出道，还有出 CD， 并且站上武道馆的舞台办演唱会，最好是能像他最爱的 Love Life 一样拯救地球。但是阿兹尼姆现在的频道都只有日语，想听懂他在说什么的人可能要有些日语上的造诣。不过别担心，他正在学中中文，想必在遥远的未来就会秀几招中文萌翻各位了。当然也希望能够由台湾的粉丝能够支持他啦。但是就算没有中文也不是问题，肢体语言就是全世界最通用的语言啦。我是 RT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